浓浓的读者，大家好，我是雷瑟琳。今天呢，我要来介绍我自己的私房的保养小物。首先呢，叮叮，我来介绍一下，因为我自己呢，平常非常注重唇部的保养，所以我有各式各样的唇膜，就是对女生而言呢，一定要有一个端端唇。然后再来呢，是因为夏天要到了，所以其实夏天女生我们都会穿凉鞋啊，所以脚的保养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像这个呢，就是脚的面膜，不可以就是穿美美的鞋子，然后脚邋遢，这样非常的NG。接下来呢，还有这个是因为平常像工作的话可能比较忙，然后回到家就会不想要花太多时间，就是用太多琐碎的保养品。那其实它很方便，它一瓶你就可以把它当做厚厚的面膜，然后敷着睡觉，隔天起床你的脸色呢就会非常的亮，然后很保湿。然后加上这个，我相信这个东西呢非常的常见，尤其呢早上容易水肿的女生一定要必备一支，就是它就是可以这样子按摩，然后像眼睛的话也是可以这样，是不是？你看我还搭配音效，是不是很棒？总而言之呢，这些就是我自己的私房小物介绍给大家。